回到比赛的现场，关键的第五点，羽球国女组团体赛的冠军赛，目前这个大同高中及中山国中是平手哦，进入关键第五点，由彭宇威对上张勋颖。大同高中的彭宇威哦，在今年一月的时候参加教育杯中等学校的羽球锦标赛，是获得国女单打的亚军哦。那教育杯的冠军正是大同的第一点单打选手林子云所拿下。有趣的是，他们两个是同一所高中、哦、是。现在在一起为学校拿下最好的成绩，感觉看得出来彭宇威他的压力非常的大，看他的表情以及他的整体的肢体哦。哇，这边想要透过反拍呢回击，只是力道方面以及角度没有抓好，是彭宇威目前感觉还没有放开来打、哦。刚这球是打在了拍头上，救得很漂亮，没错。哇，两边都运用到非常大的角度哦。是，这一分相当的精彩，只可惜中山国中的张勋颖把球落在打在界外。这个重压哦，把球落在了界外。这边在这一局目前的状况，开场看起来彭宇威的这个状况以及拿捏还没有做得相当的确实，可能是刚刚的热身跟伸展没有做足够、哦、有可能、哦、哇，这个也是犹豫了，被张勋颖连续得分。发球挂网哦，没有杀好。这球想要吊一个低角度的一个刁钻的球哦，不过是挂网收场。很明显哦，宇威他
整体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哦，目前真的是还没有完全放开来打、哦。很明显的，张勋允是比这个彭宇威哦更有气势，也来得更强势。对，虽然看勋允他小小只的，不过他整个跑动的流畅性非常快哦，而且各个角度其实目前会让宇威这么难打，还有就是他角度的变换。刚刚是有一分哦，各种角度都是被他们救起来。很少在国中女子组的单打看到，他们可以运用到各个场这个场地的各个角度。没错，毕竟可能受限于身材或者是经验可能比较不足。是。那当然，这样的一个组合哦，也是给我们观众相当多的观赏性以及可看性。没错。不过值得观察的就是在第一局你就有这么多的跑动，然后来回的这种远跟近的这种吊球，那在接下来二三局的体力的话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没错，张勋允以11-4领先。连续两次哦，彭宇威的回击比较不理想。是。军医的回击，哇！这边军医掌握度这个角度哦，顺利的拿下分数。比较可惜哦，打在对角的界外。哇，这球尝试要救，捞得相当的高，是可惜落点是比较可惜。目前宇威所发生的失误几乎都是非受迫性失误，都是他自己的调整的问题哦。不错，那完全就跟力扬刚所提到的哦，赛前的热身以及协调性还没有完全的展现出来。哇，宇威这个球其实掉的角度非常的漂亮哦，力道太大了。或许跟年纪也有一些关系哦，毕竟他们目前都还是国中的阶段而已。可能自身的抗压性或者是大场面的见识过的次数可能不多。对，不过已经进入到冠军赛哦，从之前的资格赛到现在的会内赛哦，整体的身体的这种感觉应该要早点习惯哦，因为全中运对这些选手们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赛事哦。没错，基本上就是国内在台湾内已经是中等学校最高等的赛事。
刚这个 play 非常的漂亮哦，两边多次的互换进攻与防守，然后最后是由余威拿下分数。两边多次利用这个小球哦，让对手疲于跑动。哇，这一球漂亮！因为在第一时间看到对手的角度哦，并没有取得很好，而且他的重心是往右边的，直接是往左边快速的做一个下压。是。或许这几次成功的进攻能够带给宇威一些信心吧。是。啊，这球早跳了。这是一个比较严重一点的失误。是，看到重播、哦，哇，真的是先起跳啊！对，有可能余威是被薰衣的假动作给骗到，不过这个失误比较不常见啊，因为这个假跳的这个动作，可能在双打才会有出现。是。球这边，张勋颖屈前的一个压球哦，下压，让对手是来不及去接到这颗球。分的差距，中山国中依然保持领先。哇，这个球非常可惜。其实，在多次的这种想要吊小球却没有过网这种情况，是很容易去打击选手的信心。对，像这个球就是余威他个人比较拿手的。在空中等待时间比较长一点点，让对手感觉是要做一个强力的杀球，其实是往前的一个小吊球。是。这个失误也让薰衣拿下了局的这个赛末点哦，哇，这边因为直接发生一个失误，这边是薰衣21-15哦，拿下第一局的分数哦。中山国中真的是不得了哦，在前面两点虽然输了，30点拿下来之后，第五点的第一局又是拿下来了。等等，再来看到关键的第二局赛事。
回到比赛的现场，第二局的赛事，哇，徐玉刚刚救得非常的漂亮哦，而且救完这个球之后，往后的跑动的这个速度哦，依旧没有减慢哦。宇威尝试打在对手的对角，但是今天其实宇威做的比较可惜的是，他打的对角球都会飞到界外。这球是没有悬念哦，在对手过于虚前的情况下，宇威一个在前场的下压就可以把分数轻松拿到。就是自己发生失误、哦、这边是像这个裁判老师，没错，裁判老师是要换一颗球。啊，以为可能是这第五点哦，最后一点真的非常压力大，而且紧张的关系，以为今天的表现目前是跟以往有一段差距的。张舒颖要掉一颗小球哦，发出了失误。是。教练在场边也不断提醒哦，选手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这种角度运用非常的漂亮，啊！不过以为是自己发生的失误哦，以为在这一局已经产生了第四次失误了。重压没有问题，徐这个做得漂亮哦。前面在宇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杀球，徐把他挡下来，哇，这边又是把握住，防守然后化作自己的进攻机会。倒是这边宇威掉了一个成功的小球。
再一次的重压，打在对手的对角，是有效的把握住了。哇，这边这个就是自己的失误哦。依然焦灼哦，8-8。中山这边的第一点李宇威哦，跟着李宇璇在球员席上面，不管自己的队友选手表现怎么样，他都是非常热情、非常相信队友的，在帮他们做加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表现。没错、啊。而且他也不断的给予场上的选手一些提示，即使勋一这一球可能没有处理好，那他也是选择以这种当下非常棒的鼓励的方式哦，然后再与他做沟通。是，在场上的球员就是需要这种在场下的这种队友。球中山国中的张勋运尝试要下压回击哦，但是挂网，也让大同高中的彭宇威率先拿下了11分。这边这个暂停非常的重要，这个急速暂停1分钟的时间，教练要如何与球员们做沟通哦？已经到了最后的阶段了。在即将继续开始，好球！这球彭宇威一个下压，是让张勋颖哦能法击到这个球。球是落在了界外，多次可以看到啊，他们两个在今天的对战之中啊，时常运用小球以及这个小球后一个比较高的球啊，高远球，让选手不断的来回做移动。啊，这个杀球漂亮。
这边刚刚中山国中张勋烈的发球是被认为出界哦，他自己本身露出了一些这个疑问的眼神，对，有一些怀疑主审是不是有误判的情况。我还是要尊重裁判老师的判决哦，这是选手们参与比赛当中最重要的一环哦。没错。连续的往前的小吊球。这边余威的意识到了，角度换得非常漂亮，可惜力道的问题，这在第一局出现非常多次。16-12，余威以四分暂时领先。把握住这个杀球的机会，刚刚彭威的空间是完全被挤压到了，教练也不断的告诉徐一哦，自己的节奏要保持住了。那其实在赛前呢，中山的教练真的是讲得相当的正确，他们两队实力真的是平均，主要就是心态上怎么去调整。看起来这边张书云是被打得有点焦躁，因为很多判决或者是球的处理都觉得没有很满意，是裁判老师现在跟两位选手做一个提醒哦。这球尝试从后场重压哦。对。其实宇威的换边的角度还是非常不错。哇，宇威这个球，这个球突然之间透过慢波再看一次，两边在往前的这种慢吊球之后，宇威突然来个出其不意的对角球，对，这个接球很漂亮。好球，这边用勾的刚好越过网子的上方，以为在这一局慢慢回稳。这个镜头中的不同视角可以看到，其实观众席还蛮多人的。对，徐云这边是在手下一分，17-19。这边紧张了，彭宇威是否能顶住压力延长战局哦？因为这个局呢，如果张勋印拿下来的话，那代表中山国中逆转胜拿下冠军。这个杀球挡得很漂亮，哇！这边打到拍头，哇！这边张勋云真的是很气馁哦，反应非常的可爱哦，因为这球角度抓对了，可是打到拍头了，哇！这也是
这个中学哦，学生联赛一个蛮珍贵的画面的，很多真情流露的感觉。好球，正确的判断，可以看得出来，彭宇威是有慢慢的找回自己的手感哦，在几次的前面的小吊球，小吊球吊在右边的位置哦，然后再放远球又放到左边的斜后方哦，连续大角度的让张勋宇跑动哦。哇，这边彭宇威呢，透过一个精彩的对角球啊，让这个局成功的掌握在大同高中手上，代表说呢，在第五点双方是1-1战成的平手。没错，这一场国中女子组冠军战团体真的是非常的精彩哦。哇，不仅逼到第五点的最后一局哦，本场赛事也已经进行了3.5小时左右的时间哦，非常非常的刺激。李阳，你没讲，我还没意会到已经3.5小时了。没错，这一场比赛已经，我们播报至今已经是3.5小时的时间到比赛的现场，这场比赛的最后一个局数，真的是最后一个局数了。在双方呢，一开始大同高中先取得2点的绝对领先，到现在2-2的平手，而且在第五点局数更是1-1战成的平手。对，一定要搞得这么紧张刺激哦。这边是军一个漂亮的判断，刚刚彭宇威似乎站在比较后场的位置，那绝对是张轩有一个很大的机会吊小球就可以拿到分数。有明显的失误，这几球呢，彭宇威的这个判断哦，都还蛮不错的，都是透过对手的这个非受风性失误拿到分数。对。
哇，这一球真的是扑得相当的漂亮哦，在这个得分，两边互相来往都是十分的精彩。没错，薰一跟宇威哦，整个往前往后的这种调动非常的漂亮。是，而且两边在对于救小球这种处理方面都做得还蛮不错。没错，哎，值得一提的是宇威在前面两局哦，对薰一的一个比赛内容来讲，他的往前往后的调动非常的多。是，那薰一他竟然是看起来他感觉没有任何疲惫的感觉，他体能状态非常的好。没错，是大同高中高雄市高雄中学，请缴交出赛名单。球打在对角，看起来彭宇威是开始展现了他的压制力了。守破性的失误啊，大同与中山这两支学校真的是实力相当哦。没错，在前两年是分别拿下了冠军。把握住了这一个往前的一个攻势，在前场的下压做得十分的确实啊，感觉出来宇威真的有慢慢回稳。是，跟其实跟他第一局的表现算是判若两人。对，而且第一局整个宇威他整个神情就是真的就是怕怕的，我非常紧张的感觉。那宇威到第二局的中后段，直到现在宇威都。感觉是渐入佳境了。然后薰一他整个体力啊，攻势从第一局到现在都没有断过。薰一平常在体能方面的训练，相信也是非常的足够的。没错。像这个球就是薰一他靠着他的脚步的移动，把这个球救回来哦。是咬得相当的接近，哇，这球是打在了界外。在这一季对角的杀球之后，率先拿下十一分。现在场边出现了技术暂停，也让两个选手稍微有喘口气的机会。
这边宇威的一个快速反击哦，做得十分的漂亮。这边邵宇威再次展现他的压制力哦，感觉其实在这一局呢，张勋颖的这个体力以及处理的一个效率并没有第一局来的这么的好哦，或许是体力上有一些下滑，或者是说彭宇威的状况实在回来的太快了。两个选手的分数差距一直是落在3到4分这个区间之内，对，最多就是3到4分啊，表示两边的选手实力真的是非常的接近了。哇，这个球是非常可惜哦，差一点点就救到了。拉开到了5分的差距。也展现他在队上的价值哦。对，不愧是教练杯拿下2名单打的女子选手。这球薰衣吊得漂亮。球都带有一点运气成分的，对，球是哦稍微擦过网子，对，没错，稍微擦过网子，不过角度倒是取得非常好，没错。宇威渐渐的把比分给拉开了。然后教练的场下人就是非常的鼓励着薰衣哦。以加油代替责骂，这绝对是非常好的一种展现。对，尤其是其实教导女生跟男生又是不同的一个感觉哦。是，女生她们的心思会比较细腻，而且想的也会比较多一点。哇，刚刚那个重压人接到是还蛮不错的一球。薰衣这两球救的都很漂亮。救得非常的好，可惜救出了界外。好，宇威对于前后距离的这个掌握也是非常的了得哦。看起来宇威是要求哦要喝个水，擦汗。这个连续3局的比分都这么接近，让两边哦体能是非常大的消耗。是。最后一局17-11，大同高中领先。大同高中暂时6分领先。
直接放个短的，这边要直接杀球是没有问题，拿下了分数。哇，这球下压的十分强势哦，是几乎没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的感觉。羽毛球这个换球的部分是需要对手来同意的，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地方，是很少有不同意的。对，要是不同意就还比较有趣一点。对，也应该是另类的这种运动家精神的展现。是，没错。把看到苏把距离取出来了，一个假装的杀球就掉一个前面的小短球。哇，这一球是相当的可惜哦。刚其实羽威距离网子的距离还蛮远的，对，那其实孙颖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放个短球，对手都没有机会接到啊。没错，也等于羽威为台北市大同高中这个最后赛末点的机会。没错，是赛末点哦。哇，最后在孙颖这边回防失败，最后是彭羽威21-13，在第五点的时候以两局的成绩拿下了本第五点的胜利哦，那意味着台北市的大同高中哦拿下了国中女子组团体赛的冠军。现在看到教练也安慰着薰衣，其实薰衣在这个第五点的表现其实并不差。薰衣表现我认为是相当好，是，但是受迫于对手羽威，他的压制力实在是蛮强大的，是。尤其是在第二局之后回稳，状况回稳，然后持续以强大的攻击力去压制对手。没错，这是在本场比赛，虽然中山国中在前面哦是两点的落后、哦，是。大同高中这边是在零比零局完连续的单打，连续两点拿下分数。虽然中山是两点落后，但是在第三点、第四点，吕宇佩、林子君的双打，郝宇恩、尤美如的双打，都成功的把比分要回来，一直不肯向对方低头认输，即使是林比尔的落后，那最后非常可惜啊，在第五点的时候，薰衣这边是输给了彭宇威。不过我觉得能够经历了三个小时又50分钟的时间，目睹了这一场国中女子组团体的冠军之战，真的是非常的精彩。我们这边也要恭喜台北市的大同高中附设国中部拿下了冠军，也要恭喜中山国中是拿下的亚军。